今天呢，要跟各位谈的是第十七讲哦，赠与税的重要规定跟实务的操作。那赠与税呢，啊，这一个是啊，就像商一强所讲，它是针对无偿的遗产财产行为来去课税的。那什么叫无偿的无偿的遗产财产？那它的定义有非常的多。那我们今天先先从呢，啊，这个赠与税的纳税义务开始谈起，啊，还有呢，再来谈赠与税的课税的范围，再来谈赠与税的税额计算。 再来谈好这个赠与税的申报跟违章的罚款。那我们先来谈赠与税的纳税义务人啊。然后如同上一讲讲过的，赠与税的话呢，是采取属人兼财属地。那属人的话呢，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中华民国境内经常居住，或是有户籍，而且是有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话呢，那就针对境内境外的财产都要克征赠与税啊。境内境外财产都要克征赠与税。那如果是属地课税原则的话呢？ 那就是你要不欠缺国民的条件，要不你欠缺在中华民国境内经常居住的一个事实，那你这两个条件其中欠缺一个，你就采取属地主义科税，也就针对境内的财产进行赠与的话，才要去刻成赠与税。好，再来讲呢，赠与人，啊，赠与人是原则上是纳税义务人。那这个这个跟一般的想象不一样啊，一般说赠与行为的话，应该是受赠人是受益，应该是受益人付付纳税义务吧。 那我们台湾是不一样，我们台湾的规定是说，以赠与人做原则上的纳税义务人。那例外有没有？有，有几种例外。在这几种例外的话呢，是以受赠人做纳税义务人。那第一个，行政不明，赠与人行政不明的情况；第二个呢，好，这个赠与人预缴纳期限没有去缴纳，这时候呢，基征机关可以以受赠人来去发单。第三个也是，好，后来新政的规定，九十八年新政的规定，死亡时赠与税还没有合科的时候，那以受赠人做纳税义务人。 以一个例子来说，哈，如果今天呢，哈，某甲过世，啊，这一个一年之前，哈，他曾经赠与一个儿子五百万，他生前赠与五百万给儿子，这五百万的话呢，应该要讲到赠与税的，因为超过免税2二百二十万嘛，那生前没有申报，后来呢，死后就要被纳入遗产来去扣税，啊，因为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五条要去扣税，那这个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五条哈，纳入遗产科征遗产税，跟赠与税是分开的。 所以这个赠与税的部分还是要核科，所以他稽征机关还是要以受赠人去发单，好，受赠人发单去刻他儿子的赠与税，但是这一部分的赠与税呢，可以纳入遗产做遗产的未偿债务来把它减除，好，所以这是一个啊很特别的一个规定，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啊，当然在实物上面也经常会发生。那再來的话呢，要来谈的是以赠与税的科税的范围，那赠与税的科税范围指的是呢？ 就是哪些东西、哪些无偿的财产移转行为要被课征赠与税？那先看呢一般的赠与，一般赠与规定在《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四条第二项，指的是民事上的赠与。那也就是说，他用民法上面的民法第四百零六条以下的赠与行为来作为赠与税的课税的一个标的。那什么是民事上的赠与行为呢？按照《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呢，是指的是财产所有人以自己之财产无偿给予他方，经他方允受而生效力之行为。 也就是说，它有两个要件。第一个要件的话呢，就是财产移转的客观行为；第二个就是呢，赠与人、受赠人双方主观上面的这个受赠的意思。好，但是呢，基层机关在一些个案里面，它去证明客观的移转行为，这很好证明。比如说，你去查一个好这个财产的移转登记，不动产移转登记；第二个是查什么呢？查这个资金的银行账户的流转，或是现金提领，A 账户提出来，然后再存到 B。 这个就是一个客观的移转行为，但是主观上面双方基于有无偿赠与的意思，我给你，你接受。那这样子一个意思的话呢，在客观上面，哦，这是在个案案例里面，在个案里面是很难证明的。所以呢，基层机关在很难证明的情况之下，所以呢，行政法院就把这种案子，好的，基层机关的举证责任就把它降低了。换句话说，基层机关可以基于一些客观的。 事实，例如说财产移转，再加上这个资金的流动，双方呢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就按照经验法则推定说，哎，你们是有资金亲属关系，所以呢，你们就有所谓的赠与的意思。所以实物上面来说的话呢，变成说，只要稽征机关查到资金的移动或者财产的移动，那稽征机关就可以推定有赠与的事实在里面。那除非当事人能够举证，而且是让法院相信。 他们之间不是无偿的，而是有偿的。例如说借贷，例如说是买卖，啊，例如说是信托或是借名等等之类的，他才能够免除被苛征赠与税的一个困扰，甚至是处罚的困扰。好，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说明这个例子。有个妈妈呢，拿十亿元给他儿子，请他帮他投资，然她就把他的户户头汇十亿元给他儿子，请他儿子去投资，但是儿子投资失败了，啊，十亿元投资剩下两亿元就汇回给他妈。 他妈妈的话呢，就想说也没什么关系。那但是国税局就会认为说呢，你十亿元的汇出去，留回来只有两亿，那中间差了八亿算什么呢？算赠予，不算投资损失，算赠予。所以补税加处罚呢，最后只剩下三千多万。那这个是一个实际案例。后来呢，因为处罚的太重，而且是情况也是非常的不太合理哦，所以呢，在行政法院的时候，双方和解，只补税不处罚。所以他妈妈其实损失的不是。 八亿元投资损失八亿，再加上赠与税缴四亿，所以加起来的话呢，是他妈妈损失了十二亿元。好，在呢实物上面来说的话呢，这条规定的操作不限于民事的赠与行为，还包括如果你财产的利益有是一个实质移转，那有实质移转的情况之下，还是会被这一条规定扩大解释，当做是科税的标的。例如下面这个例子，好，妹妹呢，哈、哦，这个买储蓄型保单。 然后呢，定期去缴保费，那受益人是规是是约定是自己，那保费缴缴到期之后，自己可以拿到保险金嘛？啊，对，满期保险金，啊，期满是可以拿到保五百万，但是在满期前的半年呢，他把受益人从自己改成他姐姐，从自己改成他姐姐，所以变成他姐姐去领这笔钱。那国税局就认为说，本来是妹妹要去领，后来由姐姐去对领。 就变成是说，妹妹用这种变更所有人方式，让姐姐拿到五百万利益，所以就变成了对姐姐的无偿赠与，而且这个案子补税加处罚的话，大概是一百多万元。好，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好，那实际来说的话呢，争议也不少的，是在一般赠与情况之外的，就是以赠与论。那以赠与论的话呢，规定在《遗产及赠与税法》第五条以下有六款。 那这六款其实可以分成两类，第一款到第四款这这这四类的话呢，叫做拟制的赠与，就是它不是赠与行为，就被当被当作赠与行为去扣税。那第五款跟第六款的话是说呢，他们是先把它推定，但是你可以举证推翻的，这叫推定的赠与。那我们先看呢第一款，好，第一款。 第一款呢，叫做无偿免除好债务跟承担债务，也就是说，在请求权时效之内无偿免除或承担债务的一个行为，好，那就会被这个当做是赠与。那通常它这个这条规定最主要是原本是针对说，哎、欸，儿子帮跟银行借钱，那借了钱之后直接不还，那爸爸去帮他还，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可以把它当做是所谓的赠与，就是间接的赠与。但是实务上面常常被处理到的呢，是这样的一个案例，今天有一个。 小朋友呢？哈，他交了一个女朋友，这女朋友很爱花钱，所以儿子的信用卡就被刷爆了，欠了五百万的卡债。好，以债养债，以卡养卡，最后欠五百万。他爸过意不去，看到说：“哎，这个儿子这个愁眉苦脸的，怎么办？五百万啊，那我就把主产拿去抵押，先去把这个钱给还掉了。好，先把这个钱还掉之后，那如果这个儿子没有定期的还钱，国税只要查到了，就会当做是儿子对。” 儿子跟爸爸借钱却没还，就被当做爸爸对儿子的赠与。那这个也是非常的无妄之灾了，好，非常的无妄之灾。好，那第二种情况的话呢，叫做不符合相当代价的啊，移转财产去赠，过程赠与。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在下一节再跟大家说明清楚。谢谢。 这节我们再跟各位继续谈，呃，这个以赠与论的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啊，就是不和相当代价移转财产，以显著不相当之代价移转财产者哈，其这个或是承担债务哈，这个差额的部分，就是不相当的代价跟它的应该有的价格之间差额，当当做赠与。那实际上面来说，讲白一点，就是这个高价的财产贱价出售，高价的财产贱价出售，那这个差额就会被当做赠与。 那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法律上的买卖啊，不是赠与啊。但是中间的差额，高价的财产的贱价出售这差额，实质上面就有所谓的赠与的嫌疑。但是呢，实物上面来说，常常发生争议的，并不是在一定的亲属之间，非，而是在非亲非故之间。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哈、喔，例如说一个有有一个某甲去投资一间公司，那投资失利，他想要移民国外。 所以他的投资的这一个这个资产呢，打算呢，他投资的股票打算用净值的三分之二去出售，出售给谁呢？出售给他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他觉得说，哎，这家公司也许有前景，但是呢，他认为呢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他不能够，他觉得用净值来买不合算，所以还要再从从净值打个折，啊，这个公司的净值再打个这个六五折，才把它买进来。 那中间的这个净值跟这个实际的买价中间有差了三分之一，啊，那这个三分之一的话呢，就会被当做是这一个这个赠与，好，这赠与这差额好，就会被当做赠与。那实际上这样的争议呢，哈，其实还算是不少，好，还算是不少。那实际上面来说的话呢，可能在出售的这一方要去证明说，他用净值三分之二出售是有一个正当合理的理由，例如说这家公司呢一直都没赚钱，或者这家公司呢。 将来前景堪虑，啊，比如说呢，这是一个夕阳产业前景堪虑，或者说这家公司涉及的一些诉讼，或者这家公司呢，这个呃有一些劳资纠纷，所以前景不看好，采用低价出售，啊，如果他没有举证的话，那中间差额就被当作赠与了哈，这其实有点冤枉。那第三种情况就是以自己的资金为他人购置财产，那如果你无偿为他人购置财产，你购置的标的呢是一个不动产的话。 那就是以不动产作为赠与的标的，好，那还记得上上一节有提过了，好，不动产跟赠不动产跟动产之间的差异，就是不动产它是用公告现值去课税的，所以它中间有一个差价。好，我要举一个例子，然后实物上最常见就是借人头炒地皮的情况，好，借人头炒地皮，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会被这个稽征机关认为说你是对人头的赠与，好，拿去课税。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实物上最常见就是。 这个公司增资的时候，啊，公司增资的时候，但是董事长大股东没有直接去投资，而是找人头来去增资。那这些人头没有钱呢、啊，怎么办呢？那增资购买股票，这个钱呢，是是由这个大股东或者所谓的金主的的户头汇出去的，汇出去给公司做增资款项的。但是汇出去给公司做增资款项，但是这些买来的股票却没有登记在。 金主身上，而是等价是人头身上，所以呢，稽征机关就会认为说，这是对他们无偿的赠与来去向甲去苛征赠与税。好，现在第四款的话呢，跟第三款有点像。那它的情况呢是说，这个第三款是无偿，第四款是说为他人购置财产，但是获所获取的对价并不相当。那这时候你所支付的对价跟它实际价值之间的差额就当做赠与。那举个例子来说，也是刚才那个例子。 那那今天甲呢，好用三个人的人头去做这个增资的行为，那他今天把钱汇进去，然后呢，由这些人头去取得股票，但这些人头呢有没有付代价？有，但是付一些空头的本票跟借据作为担保，那这个担保其实是没有价值的，所以這是某种程度来说是叫做人格的担保，那就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你今天这些人头所取得的财产是显不相当的，这个就构成了赠与。不过在这边还是必须要说明一点来说哈，实物上面来说，由于赠与税现在已经降成十 percent，所以此类的案件哈，就透过人头去持有股票的案件的话，通常不是用赠与税去处理，而是用所得税。也就是说，今天这一个幕后的金主、幕后的大股东用这些人头去增值。 那这些增资的人头，后来有拿到股利，这些股利的话呢，最后会被在所得税上来集中到这一个金主身上来去扣，我大股东上去扣所得税，那这叫做分散所得行为，分散所得之后再集中来去扣税，那这时候就可有补税处罚。好，那这个这个所得税税率是四十 percent，远高于赠与税的四%。percent。好，再来呢，第五款的情况呢，就是未成年人名下的财产，推定是父母亲的赠与。 那新的行为能力人或者无行为能力人所购置的财产，原则上面啊是推定为法定代理人对他的一个赠与，啊，那法条是用四与法条是用四维啦，四维其实是用语有点问题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用四维，的话是没有办法举证推翻的。那这个案呃这个规定的话呢，在下一段又规定可以举反证推翻。好，他说呢，如果能够证明支付的款项啊属于购买人所有者不再之先，换句话说。 今天呢，然能够证明说，哎，这个买东西的钱是从子女的账户里面出去的，那才可以就是免课哦，征税。那举一个例子啦，好，今天有一个大老板呢，他的儿子呢去买一台法拉利，这个法拉利虽然是二手车，但是还有六七百万。那这个儿子呢，今年十九岁，十九岁可以开车有驾照了，但是还未满二十岁，属于未成年人，好，民法上的未成年人。那这个时候呢？ 今天，基层机关就可以认为说，这个法拉利跑车是爸爸对他的赠予。这笔钱是六七百万，是他爸爸出的。不过呢，今天他爸爸可以举证说，这笔钱呢其实是儿子出的，因为呢，我每年都有给他一百万，固定给他一百万，六七年之后他就有钱可以去买这一笔这个这个法拉利跑车啊，而且是法拉利跑车的钱也是从他儿子的账户里面出去的，所以就没问题了。那再来最后一个。 这个这个以赠与论情况，就是二亲等之内的买卖是推定为赠与，二亲等之内的买卖推定为赠与。那什么是二亲等呢？父母子女二亲等，祖父母跟孙子女也是二亲等，兄弟姐妹也是二亲等。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都是属于二亲等的买卖，是原则上是推定为赠与的。那这个也是可以举证推翻。那举证推翻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有实际的交易行为。那什么叫实际的交易行为呢？就是 买方有支付对价，那支付对价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就是价款现金的支付，啊，就是说儿子、子女从户头里面实际上会汇了相当的金额到子女，到父母、父亲的户头里面去，父母亲的户头里面去，或者是除了付现之外，还一连带的承担了房屋原有抵押，所以说这个房屋的抵押也是由子女去承担，这也属于对价之一。 那这个样子的话呢，就可以作为一个推翻反正。那举一个例子哈，那今天呢，假设呢，甲呢，好把他名下的股票以买卖的名义过户哈，缴完缴纳增值税过户给他儿子。那国税局查获之后，他要求说，哎，你有没有把这个股票过户？有。那儿子有没有付钱？有。怎么付钱法呢？就是付现金。那儿子要提出来说，你确实有付现金的一个证明。那如果在查获后还一直没有。 付现金的事实的话呢，好，那那就是那查查获之前哦都没有付现金的事实的话，那就可能会被当作赠与哈。好，再来，以赠与论跟之前讲的一般赠与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以赠与的案子必须先行辅导，那先行辅导之后呢才可以瞌税。所以原则上现在变成一个原则，就是说只要是以赠与案子是補補不补税不罚的，相对于这个第四款第四条第二项的这一个。 一般赠与的话呢，是那个按只要适用那一条规定，就直接处罚。所以这是财政部的函示，好，这个税局必须先主动函知，如果呢，好没有函知的话呢，哦是不能够补税的。好，那这变成一个惯例，只要是以赠一论的话，就不补税不罚。那再下来跟各位谈的是赠与税的一个计算，第一个公式，好，公式的话呢是应税赠与去科百分之十，但是。 有一个免税额，免税的非常简单，就是二百二十万，好，就是二百二十万，好，每人每年一月一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这段期间是二百二十万，在这二百二十万的赠与的限额之内，你可以随意处分，好，那超过这范围的话呢，超过这个二百二十万部分就按百分之十来去课税，这相当的一个简单，哦，但是对一般人来说相当的不公平啊。好，好，那等一下的话，我们就来谈所谓的呃不计入赠与的一个项目。 好，我们等下再继续，先休息一下。关于这个不及入这个赠与的项目的话呢，哈是有几项。第一个，公益性的捐赠啊，那我捐赠的对象是一个公益慈善机构的话，不论是公立或私立，它属都是属于免税的。第二个的话呢，做农业使用的农业用地赠与给法定的继承人，好，这也是免税，但是。 也必须要列管五年啊，但是也是必须要列管五年。再来呢啊，最近亲属之间相互赠与，就比如说你今天履行法定抚养义务啊，这是属于免税的赠与。比如说你赠与给父母亲，那这因为父母亲呢是有一个啊、呃、这个生活上的需要，例如说这个治病啊，或者是说进行所谓的自产啊，这是履行抚养义务的部分属于免税的。再来呢，配偶相互赠与之财产啊，是属于免税的。 就是先生对太太的赠与，就像先生对太太爱一样，是没有上限的，赠也没有上限。好，再来呢，父母在子女婚嫁时的财务总金额不超过一百万，所以子女结婚的那一年，除了二百二十万之外，还可以再多一百万，所以就变成三百二十万。如果运用得宜的话，比如说妈妈有三百二十万的免税额，爸爸也有三百二十万的免税额，加起来五百四十万。 那如果是在一月份结婚的话呢，可以在十二前一个年度的十二月底就先行赠予。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呢，先前一年度的话，父亲二百二，母亲二百二，加起来四百四。第二个年度，这个如刚才算所算的时候有六百四十万，所以加起来是，在两个月之内就可以免税抵赠予一千零八十万，好一千零八十万。再来呢，这个不计入遗产而不计入赠与的，还有一个负负担，就是你赠与的财产是负有一个负担的，这叫减除掉。 例如说呢，哈，这个这个最常见的呢，就是以不动产的赠啊不动产来进行赠那不动产通常是有时候哦，大部分是负有这一个这个抵押的。那如果这不动产负有抵押的话呢，这抵押所担保的债权，如果又是由受赠人来承受的话，那就是可以减掉。换句话说呢？ 今天哈，比如说这栋房子，课税价值是五百万，那上面有一个两百万的银行贷款，这时候课税的价值是从五百万减两百万变成三百万。下面用个例子来去说明负负担的赠与有可能会被滥用的情况。好，今天呢有一个长辈先买一栋豪宅，这栋豪宅的话呢，哈，这个这个市价两亿，所以他用负了两亿元现金去买下来。那买下来之后呢？ 这个公告价值跟房屋评估价值是六千万，所以两亿元的现市价是有六千万的科税价值。那这个房子呢，再去贷款六千万，那这栋房子就变成在科税上是没有价值的，因为科税价值六千万减掉贷款六千万就是等于零。好，那再把这栋房子再赠与给他的儿子，那这个儿子买到子，那拿到这个赠与之后是不用缴赠与税，免税赠与。 然后呢，再把这个免税赠与所拿到的房子，再把它马上卖掉，那一卖掉之后呢，也是卖两亿现金，那减掉这一个银行贷款，最后就一亿四千万放到口袋里面去，这一亿四千万还不用科赠与税，为什么是卖房子的钱嘛，赠与税都没有嘛，好，所以呢，这个似乎来看的话，那这整个设计来说是一种滥用，好，整个设计来说是一种滥用负负担赠与负负担减除的一个规定。 所以呢，如果这种情况做的呢非常的不合理的话呢，是会有衍生正与税的问题，好，衍生正与税的问题。好，再来要跟各位谈的是呢，哈，正与税的申报跟违章的财罚，好，正与税的申报跟违章的财罚。那正与税呢，原则上它的申报呢是行为后，正与行为后。 才三十天之内才要去申报，但是什么要真的要申报赠与的话呢？还必须要看你有没有超过免税额。所以呢，你每一次好的赠与累计起来超过的那一次，才必须要去刻征这个赠与税，才有申报义务。好，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今天有个爸爸哈，在二月一号的时候，从银行账户汇款一百五十万给女儿，赠被属于免税赠与，因为没有超过二百二。 再来，四月一号汇一百万给太太，这属于免税赠与啊，因为夫妻呢，哈，赠与是免税的，那这个部分哈就不用磕。所以还没有超过。在五月一号的时候，又汇款一百五十万给他的儿子，这个时候的话呢，二月一号再加五月一号的，合起来就是什么？三百万，这三百万已经超过了免税赠与二百二十万，有八十万之多，所以在五月一号这一个汇款一百五十万构成赠与。 就必须要纳税，那这时候纳多少呢？纳八万块钱，三百万减到二百二十万乘以十八是八万八万块钱。那什么时候之前要申报呢？行为发生之后，五月一号隔天五月二号开始算，三十天。那三十天算起来的话呢，就是到呃六月一号，到了六月一号哦，是刚好满三十天好，那所以呢，这就是呃这个赠与税申报好，必须要注意的期限。很多人都以为说，哎。 这个我如果不去申报，稽征机关不知道。而比如说，稽征机关怎么知道说这个这个我在五月一号的时候汇款一百五十万，而且是超过免税额呢？那你可以去呃，这一般人可能会去做这样假设，说这今天机关查不到。但是请不要忘记，银行的往来的话呢，是呃是资料是永久保存的。那不只是永久保存，而且你没有申报的话呢，那按照这个税捐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是适用七年合格期间，也就是在。 当年的六月一号开始，七年之内，基征机关查到都可以补税，并且再加一倍的罚款，哦，或者是零点八倍罚款，这其实是相当相对应的是很苛的哈，很严苛的哈。那再来呢，跟各位谈的是呢，违章的罚款，好，违章的罚款，申报的话呢，当然刚才提过哈，超过赠与税免税额的一个赠与是必须要哈一线的去申报，然后呢，如果 果超过哈没有一线哈去申报的话呢，这属于代报行为。那一代你超过期限没有去申报，就会在法律上被当作是你就是一家隐匿赠与行为。这个时候呢，按照现行的遗产赠与税法第四十四条规定，除两倍以下的法案是因纳税而除两倍以下的罚款。所以这其实是非常非常严苛的。我举一个例子哈，在曾经哦在发生过一个案例。 就是在台中呢，好有一位这个呃大亨呢，他想要去进行这个房地产的房地产的投资，但金额比较大，十亿元，所以他就由他的账户去买了三张定存单，那加起来总额是十亿元。这个定存单的这个名义人并不是他，是他三个儿子。 那这三个儿子作为一个定存单的持有人，就被认定为说这是父亲对他们的赠与，那没有被申，没有他们没有主动申报。当然，他们当事人不认为赠与，这是这是一个诫勉。但是是赠与还是诫勉，在在法院的认定上、基征机关认定上，想必是會跟纳税义务人有相反的一个认定。哈，那这个案子因就是因为被认定为是赠与，然后又衍生说没有去一线申报。 所以呢，就被补税再加罚一倍，十亿元的被认定为赠与，在补税再加罚一倍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自己计算算看到底剩下多少了哈，几乎呢可以跟没收是差不了多少的严重的情况。那赠与税的话呢，其实规定不会困难，困难是实物的操作，还有呢事先对赠与税的细节，还有跟一般认识有差距的东西先去了解，比如说。 一般都说赠与要缴税，但是不知道其实赠与还包含的范围不是只有一般所称的一个赠与，还有包括刚才提到的以赠与论，父亲帮儿子还钱，儿子没有定期还这笔钱，那就是可以被当作父亲对儿子的赠与；还有卖资产、卖投资，卖的太便宜比净值还低，那就会被当作赠与、嗯；还有呢，这个两二金等之内的买卖，你要拿出资金往来的证明。 这些的话呢，都算是一些细节性的规定。那就我以前这个这个承办案件的一个实务经验，可以跟各位提的是说，很多人认为都有这些侥幸的心态，而且私人之间呢，资金往来非常的率性跟随便。那比如说他就假设说，谁说总会知道说我我今天汇了多少钱给我的子女，甚至他认为说，今天我的户头里面提领一百万出后，然后再分几次存到子女的账户，神不知鬼不觉。 那那这种侥幸的心态是不能够再作为一个哈这个财产规划一个正常该有的一个态度，这只是投机，这是侥幸。好，那这个财产的规划是要在这个合理哈合法的一个范围去做规划啊。例如说，你现在二百二十万之内，其实二百二十万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金额，这个金额其实可以做很多很多正常的一个规划。那这更不要说现在遗产税的税率这么低，免税额这么高。 所以呢，好，建议各位哈，这个规划不需要过度。那下次的话呢，我们再从这个这个这个税捐行政救济来跟各位谈起。今天到这边，谢谢各位，好，下个礼拜我们再见。